迪波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在我家干嘛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很长时间？你看天都黑了，你在我家干嘛呀？我实在是太饿了。你家有没有吃的东西啊？那好像有泡面，我给你煮个泡面，你啊，好不好？泡面？嗯。能不能不吃泡面啊？没菜了，我家。没菜了？嗯。那没菜了的话，那个，好吧，吃泡面啊。你怎么天都黑完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想你了呀。一整天没见到你，我感觉我的心都被那个什么给叼走了。那我给你煮个泡面，然后你回去了好不好？天黑了。喂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把那个走挂在嘴巴上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来的时候都没有跟奶奶，就是没有打扰到她休息，你知道吗？别这样子，这里小声一点，一会儿别人旁边邻居听到了，很那个的。邻居听到了。嗯。哦。那我小声一点好不好？给你煮个泡面，我先给你煮个泡面好不好？你要给我煮个泡面，嗯，然后你回去好不好？那个、嗯，我给你煮吧。啊，泡面我也会煮。没事，我给你煮。没事，我给你煮。你看你现在多么关心我，你不要那么客气嘛。那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俩一起去煮，好吧？好，你怎么办？你，哎呀，我好开心啊！哎，你们今天这三个锅都怎么那么干净啊？啊，今天洗了一下。洗了一下。嗯。哦。有什么啊？嗯，那个都是你买的。李波。嗯。这个。你知道吗？你泡一包泡面的时候都长得这么帅，嗯、你让我如何不喜欢你？别这样子说，你让我如何不爱你？你让我如何放弃你？你太会说了，快点吃吧，来泡一下。谢谢。先泡一下嘛。真的，我觉得吧。要不我这个就明天吃吧。明天吃？嗯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我明天干活回来没有什么吃的话，就吃个这个吧。我明天再去买啊，赶紧吃吧。那你吃，我不吃。不，我明天吃。不要明天吃，今天吃啊，今天吃，啊、今天吃。我这个放着明天吃呀。你放着明天，哦，那这个你一口我一口吃吧。啊？你一口我一口吃就好了，你吃就好。你一口我一口，好不好？这是咱俩的幸福之路啊。哎，别这么说。你知不知道，以前人家就是我在电视上面看到，就是。吃泡面的时候，情侣之间你一口我一口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们？你别乱说好不好，姐姐？你先吃，别乱说。你先别拍嘛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啊、嗯。走吧，我去吃泡面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没事。嗯，走吧。去吧。哎。干嘛？我喜欢吃面包泡面，你吃吧。啊？泡面你吃吧。啊，我不吃，你吃。迪波。嗯。来，咱俩一起吃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设计的一个小碗嘛。来吧。你吃吧。要一起吃才有那种味道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不能，那吃不能吃独食。来吧。那好吧。你真的。尝一口吧。嗯。是吧、嗯？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啊？为什么？有没有泡面的味道？啊？有没有泡面的味道？嗯，有啊。嗯，应该没有泡面的味道啊，应该说有我的味道。你说什么呀？因为这是我亲手给你弄的呀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盖盖是我亲手为你包扎的？而且这些泡面是我亲手给你捞进去的，所以应该有我的味道。哎，你真说的，快去吧。啊，好，还有，吃了还有。嗯，那么。啊？你说走吗？
什么？你不走吗？是啊，铁布，我忘了。什么？我们刚刚上来的时候，闹得只顾着想你，然后我没感觉到害怕。现在那么晚了，我突然间感觉挺害怕的。别说什么，你走吧，姐姐，走吧。不是，我那个背上啊，凉松松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再说了，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啊！对不